招财进宝，合起字的写法，这个字笔画多，我们要把它组合成一个字，啊，我们要把它写得饱满。那首先写了个点，写的要粗一点，有重到轻，宝盖头写的要宽一点，横沟横要细。提，按，勾过来，这两个方向的变化也有不同的变化。里面这部分尽量向上靠。对，王字横画间距不要太大。对，这个点，竖画写成右点，要写的粗重饱满。我们先写中间这部分，注意点的正下方。中间的定好位置之后啊，我们再写左右两侧的部分。对，横画多的时候。横跨的间距要均等。记住，我们下边这部分不要写得太宽，要相对窄一点。右边的话，注意两点要高低的变化。不要离得太远。所以横拖住这个竖画，这个竖画向下探出去。我们最后写这个点，写得饱满一点。蜡笔向右下方伸展，要写到粗重、